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海关所这个密码是怎么样来设定。好，它通常都是用000开始的，那你先试试看可不可以解开。好，可以，所以解开之后就可以重置的。重置怎么重置呢？好，拿一个尖锐的东西呢，好，在中间这里按压，按压完之后呢，好，设定你想要的密码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看一下我们喜欢的密码。设定完之后呢，好，到我们喜欢的密码之后呢，好，我们把这个扣环呢把它扣上去。好，扣完之后就第一次的锁。好，这样子呢，来，我们来试试看我们的这个密码锁是不是有设定成功。我们先，好，这次有成功，我们先把它打乱看看是不是有锁成功。好，先打乱。好，来试试看能不能开启。好的，这样子就是我们的这个密码锁已经重置成功了，非常简单。